星岭 SOS。 摩星岭可能是世界上最多人喜欢的地方，陈奕迅、王菀之、卢海彤、周启邦夫妇、赵世珍、云海，甚至是大头桂英都喜欢这里。要成为世界上最多人喜欢的地方，条件一，悲壮的历史背景。它有香港百年历史的海防要塞，英军和日军双方激战，伤亡惨重。日军战败的时候，听说有大量日军在这里集体自杀。在不幸的时代出现了摩星岭之友，他们是一班曾经服役过纪律部队和热心人士义工团队，义务保育香港军事遗址和举办导赏团，今年还成立了军事遗址保育团培训接班人。因为香港的军事遗迹就很多，但是知道香港历史人不多的，而且呢近几年呢就被很多人是破坏，还有发展的关系就很多东西是没有了，就希望透过呢青少年和一些有心的人士呢就做一种力量去保存住这些我们石果仅存的军事遗迹。我哋保育摩星岭咧，成日遇到一个困难咧，就系话咧，有啲人咧就喺度非法喺度登平啊，即系抛弃一啲嘅建筑废料。嗱，大家睇一睇，就系好似下边我哋睇得到呢啲嘅建筑废料咧，就呢几日先至抌晒喺度啦，咁系破坏到呢度嘅军事遗迹嘅。摩星岭军事遗址分前山同后山，有营房、五个炮台、指挥总部同埋多个瞭望台。从掩蔽体组成，每次导赏团都要嘥三个钟慢慢游。在三月九号就欢迎苹果日报读者免费参加导赏团，快啲 send 个人姓名同埋电话嚟呢一个电邮啦。